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我是民陣召集人歐樂軒。今天呢，我們民陣和很多的政黨民間團體都是在灣仔這裡是來到去做我們的、反釋法遊行。我們的訴求相當之簡單，我們要守護我們香港的法治，是反對人大釋法。我們知道人大常委會打算在星期一來到去進行釋法，亦都是來到去講他們釋法的決定，哪怕他們是怎樣來到釋法都好，我們認為在本地終審法院正在審理緊有關議員宣誓的司法覆核的時候，在這個時候來到去做司法覆核，我們認為是不恰當，亦都是破壞緊香港的法治。我希望香港市民明白，就算我們有不同的政治信念，有不同的議員，就算在立法會做什麼都好，我們都要來到去想回究竟為什麼我們的政治制度是可以這麼隨便地來到去被解釋。亦都在我們在就算袁國強律政司司長都講到，在本地的司法體系可以完全解決這個的司法爭議的時候，為什麼我們還需要以人大的釋法來到去解決這件事問題？這個是對於我們司法獨立的一個很大挑戰。我希望我們的市民能夠今天我們來到去參與遊行，並且稍後的集會。怎麼看譚慧川說你有多少人出來反對釋法都不夠中國人多人去贊成釋法？我覺得他這個說法其實是玩弄文字藝術，因為他們來到去講緊全中國這麼多億人，其實是沒有辦法來到去跟香港人比，我們只能夠做的是能夠表達我們香港人的聲音。我亦都希望提醒譚慧珠女士，她呢其實在講緊因為不怕萬一，所以呢先至來到去支持這個中央釋法。我正正就是想跟她講，我們亦都是不怕萬一，我們不怕萬一就是說人大為了一個這樣的個案來到釋法的時候，讓到我們本地的政治制度就是這樣來到淪落，就是這樣來到去踐踏。我希望他作為有一個法律背景的人士，能夠尊重我們本地的司法制度。其實今次的司法早前你就話成嗰個預示嗰個釋法嘅影響就唔可以對間機場大，點樣睇呢個？我想其實就算譚女士啦，咁佢有佢嗰個法律觀點都好，我同時亦都聽到有其他嘅法律觀點嚟講緊咧，其實呢一個嘅釋法咧，係對於我哋本地嘅法治制度係一個好大嘅衝擊。咁我亦都希望咧佢能夠留意翻。我亦都希望佢留意翻，例如戴耀廷教授咧，亦都喺早前嘅訪問嚟到去講到。其實有一點呢，到而家我哋都唔係好清楚，就係究竟喺呢個釋法嘅時候有冇一個追訴權。咁根據可能有啲講法有嘅，但係咧戴耀廷教授又講到咧未必係有。如果未必係有嘅時候咧，咁係唔係代表嗰兩位議員嘅以前咧，就算宣誓有問題嘅時候，只要佢再重新宣誓，就其實係都係符合翻法律咧咁樣。其實咧，所以亦都喺呢個事件上面睇到，即使人大嚟到釋法都好啦，有一啲嘅法律觀點都係依然存疑嘅，都係冇辦法完全咁解決問題嘅。咁如果係咁嘅時候，點解唔信任我哋本地嘅法律制度，而需要以一個咁容易即係被扣上踐踏法治嘅帽子嘅一個嘅人大釋法嚟到處理今次嘅問題呢？有人就嚟到去講今次嘅釋法啦，乃至到佢哋嚟到去即係講緊即係兩個嘅議員嘅種種嘅問題，其實都係梁振英以及後邊張德江系統嘅人嚟到去搞鬼。我冇辦法知道究竟佢哋後邊係唔係真係有一個咁嘅政治議程入政治目的，但係我所見到嘅就係連日以嚟，即使係親共嘅報章建制派嘅人，亦都係對於呢樣嘢頗有微言。我相信咧，其實佢哋咁樣做，亦都未必得到親建制陣營嘅一啲嘅支持，以及係一個即係一個信任。點解？就係因為我哋好相信，就算你係一個親建制嘅人都好，亦都知道胡亂地嚟到去釋法嘅時候，其實傷害嘅始終係香港人。
我哋傷害嘅始終係我哋香港永久以嚟嘅法治嘅制度以及係傳統。釋法咧，其實已經係一個堅定嘅即係實力嘅啦。咁但係遊行咧，你覺得遊行嘅作用有幾大咧？同埋即係見到今日嘅反應，覺得係點樣咧？嚟到嘅釋法，我相信就係、是希望在於人民改變始於抗爭。我哋如果咧唔做嘅時候，我哋決係揾唔到改變嘅可能。但係我哋今日行出嚟，我哋嚟到去號召市民嘅時候，我哋決唔能夠嚟到去話一定係冇可能嚟到去提做改變。今次最後釋法嗰個對香港影響，同埋點樣可以減低個影響？我其實當然我哋好希望咧。中央政府能夠立即咧嚟到去停止佢哋呢個釋法嘅行為，因為當歐慶祥大法官咧都喺度做緊佢嗰個司法覆核嘅案件嘅審議嘅時候，佢喺呢個時候嚟到去頒布一個咁嘅結果咧，其實係好影響到法院嘅判決嘅，亦都係令到歐慶祥大法官咧，佢係好難嚟到去作出一個決定。咁我希望咧，佢能夠咧係收回佢呢個釋法，讓到事件係由本地嘅司法層面嚟到去解決。Some said that the long interpreta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rule of law or even the judicial independence in Hong Kong. How you comment on that? I think that such view is controversial because even some lawmakers or some scholar of law school.Trying to raise their concern that interpretation of law within the process of our legal process is trying to deteriorate the rule of law as our core values of Hong Kong. And it has also many controversies. Even they have launched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basic law. For example, those legislative councillors, what they have sworn,are not relevant to the case. It is still yet to be discussed. And how effective do you think this demonstration can be in stopping the NPCSC in interpreting the law? I think that I do not expect it must be changed. But I think that if we do not going to have a try, that we will be hopeless.So that's why we and many of our organizations are here to try to launch our protest and assembly.